究竟是炒饭还是蛋包饭？故事是这样的：这天是五条第一次去海梦家，没想到海梦一开门就给满了惊喜。哦、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惊喜就是海梦那天准备了一道爱的蛋包饭。不过成品跟海梦想象中的有些差距，只能说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 洋葱跟鸡腿肉是这次蛋包饭的唯二配料。海梦的做法就是切成小块状，调味的部分除了洋葱跟鸡肉，还有这些材料。先放入洋葱、鸡肉，炒到香气出来，然后加入白饭、胡椒、鸡粉，让味道层层加叠。最后加入酱油、番茄酱，充分的混合。 接着透过高速的搅拌，煎出完美的蛋蛋，再放入调味好的饭饭，稍微整理一下，顺势一翻，好像有点太完美。整理了一下大家给我的如何做失败建议，想法很好，甚至连挖苦挖苦都有。问题是挖苦挖苦算建议吗？看来这个留言还算是可行，那就照这个发展吧。 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， 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能不能吃？不能吃你也要吃掉。目前的顺序看起来都蛮正常。先是炒香洋葱跟鸡腿肉，再来是加入白饭，然后酱油跟番茄酱，之后又加入白饭，然后又加入黑胡椒跟鸡粉，又加入番茄酱，稍微拨弄几下就直接盛盘。 前面都不算什么，重点就在这个蛋皮，包入调味饭，真是令人期待的一盘蛋包饭。味道是好的，但很明显吃得出顺序跟烹调的时间有误。再来更不用说这些散开的蛋皮，你吃吗？好吃。 就是好干。